看。这个要是时间没算好，就是已经被戳到了。不具备，一线的。谢谢 EDHAM， 谢谢。JADHAM， 谢谢。出大招说不能补血，哦，我刚第一瓶怎么喝的？突然就觉得很奇怪。心怀心，心跳，怒起雷霆。
谢谢各位 ，Elite Boss Seven 刷过去。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是不是？是不是一拳超火嘞？最重要的时刻，他妈的！啊！
炸天王卡拉米，真的卡拉米，好嫩哦。还是讲话下去吧，用不用啊，用那种去清理他，算你啊宝贝。俺老孙一棒，
这个阶段不太好打哎。下去啊！我操！依我！这么小，他是种的、哦。这是巨型鲨吗？啊，对，是巨型鲨，肯定是巨型鲨。吓我一跳，干他的干，干成反转的这款游戏。变好快哦！观众，哦啦哦喽，哎，剪掉剪掉，他没掉，我去干他掉，去干，哦啦哦喽，天，哎，他被吸了，被吸的 ，KO， 谢谢各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比你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。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二王如来方便？把孙悟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王怪我看到他的三怪法之官，当何罪？什么小金箍？那怪说有些认得我。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失明，锁不住的；一道孤，困不住的；以肉身之死，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，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，好事，好事。在干嘛？青琼，三千两刃刀。我连马都神装，好，剩下留着下次开台再跟大家一起看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白星。Oh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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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